我想把这个东西我摆在那里，摆在冰冻，摆这个位置，摆在那个，就好像这个板子，摆冰冻板子，你这个里头啊，也是一个从零，跟画画是一样的，你把我取着哇，欧、孙、林、银、抠头，什么叫构图啊？我起码我这个东西我摆在冰冻，这样，哎，不要就往前随便这样，不要这不养成这个习惯。就养成这样子。其实画画是什么呀？就是培养你那个那一类，培养那，哎，这毅力，你要毅力不到啊，你坚持不下来。嗯，好了，很快，行在兴趣能有多长啊？哎，你要是勇敢，你就可以一直行下去。哎，累了我可以腰酸也在，我还可以继续再走。这条路很长。到最后啊，你很有兴趣了，你就在这里头啊，你很自由了。嗯，哎，对了，哎，你这个，你看，我这个水，水瓶，你看啊，我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上一次你怎么洗也不会的，十分干净。还有，哎，你这样洗。是让什么让这里边的那个水呀、啊、都让它润开哦，这样了，然后你点这个墨的点这个结色，我这样我这样抠哈，我这样抠，我在这个位置总给它留一点。哎，你要都拿出来呀、啊，都挪出来，也不好。你看，你还得找一个盘子。我就这样，你看我在这留一点，我这样。哎呀，老呆小小，然后我在这儿给它一点点。哎，让我这个笔里头啊，永远呢是一个淡一个浅。然后我现在呀、啊，我想让它打出来。哎呀，打出来的，我就把这个笔这样动起来。你看我现在这样吧，你看我这样染这个颜色。你看，我不是染，你看我点。哎，我这样点，就是说我想让我这个弹在地，我就这样。这个赭石颜色呀，毛也去过白的喉咙喉咙，哎，因为什么？它是，矿啊，哎，矿啊，哎呀，矿石，然后它会留好多渣在上边，哎。那么你要是染呢？中国画是浅绛，浅绛，哎呀，哎，浅绛山水。那么我可以呀、啊，潭滴，你下次还可以给。其实你都能画完了以后，那个赭石颜色。就那么一点点，够了。你比如说，我画完这个后，我第一二笔画的，我画这里。你看，我在这里，我这个笔，哎，我这个，看我这个啊，我这里头有墨，有这个东西，这是这钱的。你看这个山呢、啊，它点解有时还墨墨，点解还结实？有时候用花青，为什么？是不是这个石头是红的呀？它有时候不是，它有什么？你比如落雨，它就是雾蒙蒙的。哎，你看阳光灿烂，春天，真正春天，哎，阳光明媚，树很绿，那个石头啊，干脆就画一个橙色，哎呀，画一个橙色，它那个绿，画一个对比，不要太多，有那么一点。哦，这个，你比如说我这样画啊，
不这样画，那么你是够不够啊？可以说你要是染好够了。哦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你刚才头先画这个地方还红八个哦。哎，你看空白的地方你怎么会画成这样？点一点水，点小小水，在我这梯田这个地方画一点。你看这个，然后啊，我这里有点三楼，哎，这三绿啊，你就可以，哎，我背的，你看我背的水。我背的水，哎，你这支笔也不要洗，你这不刚画了都背走了吗？你看我给它，我在这里头，在三绿里头背它一点，怎么改呢？三楼啊，它也是矿物质，哎，它不透明，好像那个三矾的，对吧？还有那个偶难呀，哎呀，它不透明。它掺在里头以后啊，你看我可以，我现在画，你比如说我画这一块，哎，画清这个，哎，或者就摁了一下，跟一回，这里头画开，哎，那个。有那个稳的云的那个痕，哎，那个痕，看我这里头，我为什么敢画？水少了，对吧？哎，我可以在这画。这是什么呀？那个山坡呀，哎呀，那个树，你看这也是山坡，这里。把这个白的云呢，给它留好了，哎，这个让它。水，看到吗？杯里水。我点在哪里啊？就点在这个有淡墨，有把塞，我点在这下面。你看，我点在这个位置，我点过了就不要再点。我要再点，你看我点在这个旁边。点点水，点滴点滴。
流行居标，一点点。那个居标啊，就比赭石稍微长些。哎，你比如说，这个，房子的，可以的。你先给他把这个围，你看一看，哎，这个地方，哎，把这个围看一看，把它都。然后好，哎，然后我再看看这里头，我在这树的这里头，我可以画条路往下走，好吧？哎，可以一点一点往上行，这个没啥办法，你看就在这里头，就这个。这个笔就这样，然后塞塞，就是你用的都干了，你看这个毛都擦黑了，你就可以点的颜色，棕猴是吧？你看我在这里头，我现在呀，我就画成这样，我那个云也不太清楚，那就画成这样，你看，慢。现在不行，现在它湿，完全干了以后啊，它那个高水什么急呀，都七塞了，干么样个了，它不会化开了。你靠一个红檀，就好像，哎，我这里还有点淡墨，你整个给它叫涮染。还打边炉，北方叫涮锅子，哎，涮羊肉，哎，一个三点水，一个擦嘎的擦，那个鸡涮，你拿那个涮把这一画，它那点空白的地方啊，就变成有一点颜色，哎，这块就出来了。所以，然后你把这边留好了，你那个涮染呢，一直涮到这个地方，哎，这块白这样走出来，这个方。然后你看后边的哈，这个发青，有点淡墨。它这个山顶它。它又多一个层次，是吧？哎，我这个山呢就开始这样平平远山，哎，远山这样，哎，有时候啊在这个地方还可以给点小小野，哎，你越画你就越有，哎，一路啊一路干嘛，你就有觉得，哎，有野可画，哎呀还有野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有眼睛，哎，有眼睛就是亮相，给人家看，哎，很亮相的地方。你看，然后啊，这完了以后，我还所谓的点，哎，就是在后画一颗这个花婆许，哎，在关键的时候画棵树，这个三绿啊，真牡丹啊，就是这个颜色到这个时候最好了。哎，你看这个，我在这里头啊，哎，白的。我在这个地方给点绿，是吧？首先这个用赭石，你看，哎，刚刚好，你就用它这个。
它也有的，就强，也对，因为它逆光嘛，哎，光从那边来，那个山遮，这是画黑，这，但是我这样画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你看这个山呐、啊，这几带景，现在还是三，哎，你看不出它一个整体，你要那个渲染完了以后，它就出来了。其实呢，这个东西、啊，你不用想的特别复杂。嗯，那个山就是这样，哎呀，只不过你从这个角度，这个山上山下不同的角度看，哎，就可以。但是你要把那个山呢，这个石头前面的、后边的这个关系，你得画，画一次，画给多奇，你弄明白了，这个山你就可以。哎，哇，我会画山水画，你看我能画，哎，那你越画越高兴。你画完了以后，你不知道那个石头跟那个是怎么回事，就不行。哎呀，你看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你看很好。哎，这个呢，关键是哪里？有，就是说白黑上面的那个干笔清楚的模糊的，但是模糊的也不等于完全没有。你看我染的这个东西，那我现在就感觉到。它散开，就是没有渲染。等一会儿，我画，然后提上字，这样的画，我写字写海滨都，哎呀，哎，我写几，写海滨都，哎，我跟章印章印海滨都，用什么样的字体写好？嗯，这个你都把它想进去。你跟起想下去又能，跟又能，你慢慢你就。沉淀，哎，你就会了。还有这张画的缺点是什么呀？你写不了太多的字，嗯，他画的太满了，他画的太追求完好了，嗯，哎，你要有一大块空白，哎呀，这个东西放点什么好？写几个字吧，哎呦，很好，就是那个空间，你看没有空间，嗯，哎，没有空间。哎，不够，这个空间不够。嗯。哎，这个，所以就是说，很容易画成的，这个山呢、啊，画得太清楚了，又是一个问题，要有虚有实，灰脏，哎，又有虚，哎，又有气势，所以啊，画山水画难在哪里头啊？他说要啊，读书读遍虚心也和一有灵。它是一种心胸，一种气势。哎，你看，哎，慢慢的，有些东西你就比较豁达。哎，我就想一推门看见那个山呐、啊，那么有气势。你看这个云呐、啊，滚滚的。哎，我就想，我放这个方向，我这样画。哎呀，一推门那个山呐、啊，就在我眼前。又，哎呀，那山那个穷啊，又，哎呦，这个。那个有毛髓，光秃秃什么，哎，这样山，所以说你想他那个心情，他画出来那个东西，还有，哎呀，真是那个，所以说那古人里头那个石涛啊，嗯，那个我曾啊，嗯，哎，甘蚕的他画的那个东西是这样的，哎，你看看那个元那个清朝。这个四王有一个是进士，哎，在皇上下面，但是他总也得，他很聪明，还有那么美好的地方，那么自由啊！你金水桥，你银水桥，你不如我就这块地方，我可以在上头遮跟头，我怎么都可以，多自由！所以说他，所以这张画画的，他美，他好。很多人他有引起一种共鸣感，但是你看他那个小一二三四张，哎，第四幅，哎呀，你看那个画的好像那个树像小公仔一样的那样。我告诉你，你买一张啊，你临他一下，哎呀，我某个公仔呀，我临不到。你临完了以后，你看怎么也看不出来。你要是临摹一下，一定会见效的。行动，哎，一定会有这样。你看他这个，哎，你有罗伊的，
你实在不行，你就把那个当纸啃去，腌去，腌去，嗨，腌菊画，画一部分。嗯。哎，你看，就他那几棵树啊，哎，山坡小溪，哎呀，绵绵的，哎，这边穿了一个，开了，你看，这个，你看，这下边那个树，这个蓝，你再画，这个在这个。怎么处理这个虚实浓淡这个关系？其实你说这个叫临摹还是抄，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，你寄给人，我这样怎么改呢？其实这个就是创作，你自己在创作，你跟那个完全把它搬过来是两回事情。海浪，哎，我就用这个方法，我自己在这里创作。嗯，对，画画儿，你越这样画，你也有的往，你有的难。你要是抄，你抄两下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抄下来了。嗯，来，理解，临摹，一定临摹。嗯，哎，传统的好画，为什么好？拿到现在了以后，哎，你这太保守了，你这应该又变又干什么？我的传统的东西看都没看，好的东西你看都没看，你看见了以后你都没画两笔，哎呀，一张两张那么多画，你画了一张两张你都没做到，你就想变，你就想面目皆非的画出一个这个东西，你干什么？那他那么这么好的东西你不挪，你要寄给凭你自己的天分，你自己创作，凭你自己的创作，你虚心一点，我来一张了，临一张了，还有，现在，所以艺术啊，没有一篇文章写得清清楚楚，得一条得一条，还得两个得两个，它没有的，哎，它就是带着你在这个环境熏陶。我画画也是，画画这个是什么？拿这个的笔，有点水点墨，哎。怎么干？一笔一笔，你这样画，它是培养起来的。